其实人的心理其实蛮复杂的。好，刚刚啊，来宾都在讲啊，广告的时间说，其实这男生想要闹日语，足久无讲日语啊，无对象当阿讲啦，无对象，那也会画练习啦，啊，绘画练习，绘画练习啊，然后谈谈，再跟刚好一个语言可以通的人聊天，嗯，好，很可能跟这个是个女生，年轻女生搞不好也有关系，嗯，好感啊，好感度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哦。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。哦，今天见到一个查甫的啦，啊，我那日本人，啊，流浪汉，看你别个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这样，所以一练五十啊，开过一练五十，能四练能吧？系啊，能吧？变赛车啊！对啊，系啊。呀，然后啊，这个怡君说啊，夫妻之间的沟通，让你想到你常常也。这个忽略前夫的需求啊，前任啊，前任啊，就是我觉得，嗯，这样子看他这样子把车开走或什么，突然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左耳进右耳出啊，就是有一点警惕自己啦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以前我最常，比如说我很喜欢赖床，然后我的前任就因为要载我上班，然后跟着迟到，嗯，那他跟我讲很多次哦，我都没有听。嗯，我都没有听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慢慢的。你说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听？就是他叫我不要赖床，把他害到迟到这样子，因为他还要载我嘛。然后他人又很好，他又没有因为我赖床就把我丢着。嗯。哦，所以他忍受你的赖床，然后他自己也迟到这样。对。嗯。然后我。莫怪哦。嗯啊，就是很多时候左耳进右耳出啦。哦。对啊，那我觉得你赖到几点？我想不起来哎，但是就是会赖床。那这个也是，就是我后来比如说理解到，就是说，哎，其实我们要把别人的，就是对方的啦，对方的要求，尤其他如果开始重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。那你赖床，然后你先生迟到，他还是等你啊？对啊。他没有生气是吧？有生气啊。他怎么生气？嗯，比如说赖床的时候，他就会生气，或者说他会把他的。出勤记录寄给我看，就是说你看要迟到了这样子。那迟到会有什么处罚吗？我想不起来了，但是有影响，或者之类，或扣，有一定有，一定不是没事啦。除了赖床之外呢？嗯，我猜应该有很多，但我现在会忘记。忘记了哈，不愿意想起。忘记不是啦，就是想不起来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我就会训练自己，当别人就是对方。抱怨的时候，我就是尽量把它听进去，就是不要习惯性的，就是说啊哈啦啦就忽略它这样。其实你的前夫老实讲，光这一点，我觉得他真的也不错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其实不错。那宏伟如果老婆赖床，然后让你知道，你会生气吗？我还好哎，对，因为爱他嘛，我们就是包容他的一切。那我当然也不会生气，我会用比较揶揄的方式，比较可爱的方式去闹他啦，搔痒啦，啊，这样子啊，抱一抱啊，起床啊，公主抱啊，这样子。对了，我提出抗议，我觉得这个要收广告费啦，这根本在这相亲啊，在征友啊，宏伟在征友啊，自入的太强了。但我是真的，我以前我女朋友在赖床，我会在她赖床时间去泡蜂蜜水，去做早餐，这是真的会去做。的时间呢？我会调整我自己的作息，赶快。也帮他慢慢调整配合起来，因为你洗的话，我的另外一半一定知道。假设我抓他赖床时间超过30分钟，我就会把我平常的生理时钟再往前拉30分钟。这不得了，这对，就是他会慢慢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，因为你为了成全他，也不要让我自己上班被责骂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好两全的方式。是，那另外一半你也睡得够足，因为你赖床不可能，你平常赖30分钟，突然我往前拉3钟，你要赖一个小时。那他可是赖的是2小时，没有啦，一下下来。啊，好好，尤其是你，所以变成前任的啊，不是我是说，如果这样子赖床啊，你会就是好啦，你要赖你去赖，我去上班，会不会这样？其实会呢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处是彼此的啦。其实我太太
其实刚好我是相反的状态、嗯，都是你赖、就是，都是我在赖。那我太太是个性，其实跟我觉得我太太跟拉拉其实很像，她就是这样温温的，但是然后也不会生气，柔中有强哦。对，啊对啊。然后所以说变成我个性是比较刚啊，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没办法让我迟到。所以我一定说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说，那你就自己搭车去了。我真的要出，我真的要出门了。是是是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说真的等他。你的工作，你太太会很介意你跟女生之间的互动吗？其实有时候会呢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接触案件，可能像离婚的案件就是女的当事人。家暴案件是女性的客户。好，有些我会认为啦，他们可能会认为说，律师是他的这个。人生的一个胡木，对，有一点呢、啊，有一点的救他的人，救他的人，所以他会对律师会特别依赖一点，依赖。好，那如果再碰到就是说讲话比较温柔的那种，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啊，然后他就打来的，然后我太太刚好坐在旁边，谁？哦，当事人打来的，然后刚好他的声音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。那你开扩音是吧？对，我开扩音了，因为是正常的客户打电话来，你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嘛，反正你不接，我觉得太太反而觉得你为什么？不敢在我面前接那个电话，所以我们就接起来了，然后就说喂，那就很温柔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先擦个汗。好好好。你真的是整个对冒大汗。我来吧，然后我现在讲到心有余悸，你知道吗？心有余悸。你看他真的一下汗淡下来，好夸张。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他就很温柔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当下你自己是着了什么魔，因为会很温柔的回話。怎么温柔？他讲什么啊？我真的很好奇。不是，因为你就伸手不打笑脸人呐、啊，他跟你温柔的讲话，你会跟他温柔讲。喂，尤律师。啊，喂，拉拉小姐你好。对对对，来一下，对对对。对，就是想要请你帮忙，可是我现在手头很紧。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没问题，你要多少你讲。真的假的？大概类似会这样子啊。哦，大概类似会这样。所以太太挂掉之后，我太太就直接问我说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你们是帮他处理什么案件？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太太的那个口气怎么样？太太口气就是那个刚的一面就出来了，刚的一面，本来是很柔的，刚的一面就出来了，就拉拉变文文姐这样子。对。對然后最后的结论，今天是什么人？最后的结论就是I don't like it， 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。所以就是。那次印象就很深刻，所以他说你太温柔，对客户太温柔，对他说对客户太温柔，他很怕说客户会，那你就跟他说什么错误的，老婆，我平常也对你这么温柔啊，对，但是对他可以啊，对别人不行啊，不会，你只要讲一句话，我文文姐就会变那个拉拉。老婆啊，这是财神爷呢，这不是一般人呢，就好了嘛，对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太太就是她其实会担心啊，但是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啦，其实如果我换做一个立场，如果一个男生对我太太讲话这么温柔，其实我可能我也会吃醋啦，我也会吃醋，所以可能我也没办法。那听说客户有时候会帮你买早餐，会帮你买下午茶什么的，对，那是怎样？没有越留越多了。他可能对，他可能你跌到眼角都是哎，跌到眼角好差。李俊，那你不是有带手帕吧？帮我检查一下。啊，不，他太太会看电视。不要。没有啊，就是他会感谢我们，譬如说官司打赢了，好帮他成功的离婚或是怎么样，他就会感谢，感谢我们帮他成功争取到他有的权益。对，好，譬如说夫妻剩余财产，我帮他钱请了，争取到比较多，他就会特别真的。那个月大概几乎每天会有早餐可以吃，或是那个都有下午茶可以喝，他会特别送过来，而且他会先，他有时候会先特别打电话来问说我在不在事务所，他会说我要找，他不会特别讲，他会因为不是我接的嘛，一定是小姐先接的，他就会说，尤律师在不在？我要跟尤律师讲，尤律师我要跟尤律师讲电话，他就会知道说我到底在不在事务所，他就会送过来，对，我知道我流很多汗，不要再笑，真的，他的汗已经变成。真的流下来了！我第一次看这么多来宾，第一次看这样泪水，有点害怕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的摄影棚很热，很热，对，明明就很冷，穿厚背心。呀，你刚刚在笑什么？我在笑尤律师紧张到他那个汗水已经变成泪水，这样流下来啊！对啊，赶快帮你用你的裙角帮他擦一擦。那你不要，不行不行。哎，立马派头，派头！不要害人。哎，那就是客人送女客人送早餐送下午茶来，
太太知道吗？我大部分会跟他讲。大部分有些就不讲，有些就不讲了，因为有些我不在的话，就可能事务所同仁就吃掉了啊。就给事务所。那太太知道又有什么反应吗？他其实他会不高兴呐，他会不高兴。但是我就说这是人家送的，你也不好意思说，他就已经送来了。你也不好意思说就是把他退回去啊。就说我不吃。我通通啊，我就给事务所的助理啊，或者其他啊那个其他同仁吃掉了啦。客户啊的感谢有时候会超乎。啊，他该感谢的嘛，会对你，你想说什么？会对你啊，比方说啊，因为这样子嘘寒问暖啊，其实会，他会一直传 line 过来，会问说，尤律师，你今天吃饭了没有？你就时间点，你吃晚餐了没有？是，他会想要约你出去吃晚餐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工作比较忙一点。那你要跟他说，我太太肚子也蛮饿的，一起我们一起。以后我就只让我擦一下。好了，先休息进广告了哈，先休息进广告，让尤律师擦个汗水，我的泪水了。